大家好，我是阿莫，我现在在芭提雅，今天带大家过去格兰岛看一下。其实昨天我已经来过了，昨天来的时候带了相机，但是那个相机的内存卡忘记装了，所以没办法没去成，今天又来。到了，左边这边的船是长途的，那两条白色的大的船，那个是去华欣的船，然后这边是去那个格兰岛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它的那个时刻表，最早的一般去格兰岛是早上7点钟，最晚的是下午六点半。然后这边从格兰岛回来的是最早6点半，最晚是6点。30泰铢上面都有写的，30泰铢一个人。这边的船是回来的，这边的话是等下要准备出去的。现在我们去买票。这码头这边还有很多卖喝的那个饮料啊，面包都有。没有啊，我们就走过来就看到你们的，我就一直在这里找不到。骑摩托车过来的话，这里还可以，还有那个停车的地方，停在这里，等你回来的时候再骑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坐的是10点钟这班，现在看一下。现在已经9点25了，还有半个小时就开船了，先上去霸个好一点的位置。来，谢谢。上二楼吧，好摇啊。满人了，好像没有座位了。真的是坐满了，到下面去吧，上面已经坐满了。看一下这边，这边也没有座位啊，那个船头那里有。Excuse me。坐到船头这里来吧，这里吹风。那边那个白色的大的是去华欣的船，等下回来的时候如果记得我过去问一下价格，因为我也准备要去华欣了。这个船现在就出发了，它的时间是10点钟出发，但是9点半就走了，因为9点半已经满人了，所以就不等到10点钟了。所以以后要来的话，记得来早一点。这个汽油味好重啊。
这船上还有卖饮料的。这边风好大，穿了一个短袖感觉有点冷了。去到那边如果晚上不回来的话应该会很冷。马上就到了。